Hello， 在我上次在石波，不，岩波那边打一打，打到掉在那之后，我记得我好像是就直接回来了。对，呆呆掉了之后，后面就没有再继续再练了。那今天呢，我们一样先去打呆呆，然后今天是中秋节经验加倍的最后一天。加紧脚步去看有没有周末团可以组。那呆呆的话，今天是打米糕，所以我们先去把呆呆打完之后，我们再去看有没有团。没有佳佳，哎呦！啊，飞掉了！啊、哦！又飞掉了！来来来来来来来！快速，迅速！再一只，再一只，快点，再一只 ！OK， 好了，我们回去找呆呆喽，不是找团喽？怎么找呆呆？我现在是97等，97。97没有团，哇，这该如何是好？那我就先放这，然后在这边先再看一段时间，有团的话再回来。20 minutes later， OK， everybody 组到啦，有人开团啦，我还不进来蹭一波。好的，现在就是等组满喽。以为我的组队出团前要点名，然后我看到什么点名，然后我就进去了。我没有想到前面他是说龙三的团点名，然后人家要出团了，我才发现不对，我刚进错了聊天室，我还在那边待了快五分钟才出来。哎呀，不对啊，为什么进来的那个 ID 都跟组队里面没有一个一样？哎，有个智障来待那么久还没发现，我靠！怎么那么累啊，真的，哇，我自己傻眼，我根本到底在干嘛，我也不知道你到底在干嘛，但是我觉得很好笑。然后里面他们也没有人在，就是也没有发现说是不是有人进错或什么的，都没人讲话。我家的事情都可以发生，真的是没有用心是不是？还是你，我看到点名就进来了，因为刚好队长叫我，我以为是要点名，然后我连看就没看，因为刚好组队那一坨人就在那个位置上面，我就进去了。因为我现在很专心的在听你说话，所以我画面就没有太。你等五分钟哎，很扯了吧？很扯啊！我不知道我怎么了。我靠！不会吧？打不死啊！傻眼！等一下。等一下，没有拿盾。哦哦哦哦哦！这里先不要，先不要。怎么会打这么痛啊？我靠！啊！要死啊！快快！喂喂！什么按到心灵爆破？靠腰！用攻略是好像不会比较快。总之，蝙蝠真的难打。99等，就我的 J 还差4等。组队里面都没有人聊天，我99的，我非常想聊天，你知道吗？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该怎么死的？那个啦，补品拿了，没有放快捷键呐。和火枪没有一天是放直的过的。那你的猎灵是130了吗？又来了，还没啊。
因为刚刚周末没有煮，但是小智的有煮，所以我先练小智。这个我讲三次，刚刚不过又说我的猎灵是要死在沙滩上，快十二点了呢，你这样来得及吗？啊，对，没办法啊，你那个组我又不想开，所以啊，我刚好又可以。啊，你不是要去打周末吗？那我现在在里面呢，小智的。等一下就带就好了啊，不用烦恼什么。因为我现在再用 V 差一等，已经69了。对。智者，我在说智者，我在说智者，你就可以转职，就跟阿菊一起练了，是不是？计划通，你说养成要自己来，来下来，哎、欸，怎么会穿过火墙呢？啊，所以你现在在练那一只是多少的、啊？99 ，JOB 还没满，练9970就对了。对对对，所以现在我的还有20分。也感觉适合玩猫，什么啊？怎么可能、啊？因为无脑啊。可是单体呢，小鸡。对啊，就很适合你。你可以玩咒术。为什么要玩咒术？我现在在玩妖术啊，是不是一样的啊？是不是你说？不一样，差很多。咒术比较好玩。现在优化了，还是算了吧。什么东西都在贵。对呀、啊，还好我优化之前就有在玩了，我没有差。我怕我练了大秦会受不了啊，还是先不要啊。我现在玩什么职业都会有。有没有很好？其实我之前很久之前，我记得我有讲过，我说我现在妖术玩成这样，我是不是也可以来试着玩看看咒术？就两个人就很异口同声跟我说先不要，所以我就后来也没有。对，我觉得你倒是可以试试看。效果如何？来，而且你装备不能穿太好，穿太好的话就有那种练不到技术。快了快了，69啊，还有几分？不行，好像满不了。现在我还剩10分钟，可是我的 JOB 才36%。啊，我等一下再去解个香水，解个香水再。应该会有14万经验值，应该就够了。圣灵召唤，我来看看。人家说用圣灵召唤打会比较快，才没有嘞，骗你！所以我才不喜欢用圣灵召唤。精灵爆破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你打不死是？对啊，又没有很多，到底。哎、欸，不对，我刚刚是用火球术，我在想，还是没有很多啊，可怜、欸。你应该才点5等而已吧？哦，对，因为我只点全致敬的人。现在要有所觉悟啦，等到后面一直在更新东西，我的装备还是要再买。你好像该结束了，这样有50%吗？等一下好像要到45%。等一下99等去打香水的话，这50%是不是？有，现在57。加倍怎么还练那么慢？好像就加倍了，又是周末哎、欸。啊，我刚刚掉呆呆了，我都喊到那边去了，没有听。对，这是人的问题造成的。是啊。有装备就可以解决很多技术上的困难，比方说你可以秒怪，那你怎么可是没办法解决反应上的困难？还有就是我有的装备，大家要说，好像人家哪有女生讲话，女生就会停下来。我又死啦！可怜呐，我已经不敢，我已经不敢跟人家说我死掉了，怎么办呢、啊？你回来。开装，你练完回来开装，我来鉴定一下。就没有装啊？他没装，你看就是这个问题啊。赶快吧，不要让人家发现我躺在地板上，这样我超尴尬。没装还敢抱团？他又不看装，有什么关系？看装，但是你自己自保都保不了了，还是那边不看装？我没有装，那料理有吃满吗？不用吃料理，吃料理也很浪费啊！我先跟你们说，这次的真的是
没有把妆穿满，对，我没有把妆穿满就来了，很痛苦，你知道吗？蝙蝠是暗属性的啊。那蝙蝠是暗属性的。那你没有拿盾哦？对啊，没有拿盾。那应该是插在盾吧？好的，我看一下，我现在还有一等 JOB， 我先去把它。哎、欸，我玩到翅膀了，是这样是 OK， 但是应该是真的是插在你没有拿盾吗？那个我们先不要管它哈，我先啊，这个可能真的是驾驶员的问题。因为火枪是放直的还是斜的？这个应该是不需要问的。啊，你有没有穿那个、啊？等一下，你们都没有觉得奇怪吗？重点是刚刚我进错了那个聊天室，但是也没有人跟我说我是不是进错聊天室，你懂吗？他们也没有人、没有，因为没有人进去之后就没有再 care 了啦、啊。我就是那种啊，以前都没有在点名的。因为有时候就是一定要点名的话，你要看里面都十二个人都放了，去踩人家的聊天室。下次进副本之前要先看一下聊天室副本有没有打过啊？连聊天室自己组队有什么人，然后都不知道。刚刚的情况真的是，他们每个人都在那个聊天室的周围。没有空格，然后我也没多想就进去。我出来之前我在想说，为什么好像没有人在聊天室里面？然后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为什么这聊天室前面的开头是龙三？好的，那我原本剩下还没有满的 JOB 经验值，跑完香水任务之后，现在已经70等满等了。那在这里呢，关于数值的部分 ，D 跟 I 应该会是点满的状态。那剩下的点数呢，可以选择点 V 或是点 A， 因为法系本身的 VIT 是偏少的。那点 A 的部分呢，是多少可以增加一点攻击速度，所以 V 或是 A 的话，就看个人取舍来点。那技能部分呢，目前是这个样子，然后我现在还有10点可以点，我看看 A、应该是。都点的差不多了啦，啊，地属性附加，那你点满5等的话，地属性魔法伤害会加5%。我这边的话，因为我是练大地妖，所以我会把这个地属性这个部分点满。那再来就是风水火属性附加的部分，因为后面我也有配一套水属性输出的装备，所以我这边水属性附加的部分也会把它点满。那这四种的属性附加的部分是三转技能打击强化的前置，那因为打击强化的效果会依照所有的属性附加技能的等级而有所不同，所以赋予的效果也会有不同。那最后风跟火属性附加的部分呢，我就是原封不动的，不会再多点。地元素领域因为以后打副本的话会有需要，所以我会把它点满。OK， 那这里就是我进阶二转智者 JOB 70等的技能点数分享。这里再补充一下，其实有观众提醒我说，进阶二转的龙知识技能也是可以点的，它点满的效果是抗性会增加 20%， 还有 INT 会加3%。那因为我是觉得我用不太到，所以我就没有点这个部分。另外就是有一个装备的组合是大家一直都有在推荐的，但是我自己本身是没有特别想要购入的东西，那就是圣火罐。圣火罐它可以使用5等的火球术，然后再搭配2张的火焰秃鹰卡片，火球术的变动咏唱减 50%， 伤害增加 100%。 好的，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咯，那我们就下一部养成影片再见咯，要3转咯， go go go！